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这里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正巧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正好哪来利用，真是最好的啊，这个现实的情况啊，来帮助富罗诺解释他的疑问。佛对富罗诺说：“你不是曾听到了吗？舍卫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阎罗大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慈手，就是他的父母在神祠里面祈求啊，得到这个儿子，所以纪念性的把他名字叫做慈手。这就阎罗大多，这个人呢，他早上起来无意中照到镜子。我们应当要知道，在2000几百年前、上3000年前，一般人很少有镜子的。除掉高贵人家，国王、皇宫，比较容易有镜子之外，普通一般人是没有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镜子难得啊，他是要用铜板去磨，一块铜板去磨，不晓得花多少功夫去磨啊，才能成为一面镜子。这种的加工品，普通一般人家不会有的。阎罗大多这也是一种普通人而已，平常没有机会照镜子的。这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是谁拿了一个镜子在他的门口摆在那边也许是有人想要把这个镜子拿去高贵人家去卖，或者是什么情况，他爬起来无意中就发现就门口一个镜子照到他的脸，从来不曾看过自己的面相，长得什么样子这个生旦丑根本不知道。这一下子突然照出来啊，看到那个镜子里面的脸相，自己的面相，眯眼睛鼻子脸相通通清清楚楚看到，他从来不曾看过自己面相，不像我们现在到处都是镜子因为现在用玻璃可以做的，随处都有镜子，容易看到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他照了镜子，发现这个镜子里面的头脸呢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依偎他的头跑到镜子里面去，突然之间就发狂了，狂病发出来。为什么呢？那一发狂就觉得他的头啊跑到镜子里面去了，而自己原有的头依偎是三斤妖怪狸妹，三斤妖怪依偎自己的头上的头不是自己的，所以他嗔恨发脾气，责备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头，也见不到自己的面目，通通看不到。那么因此依偎自己的头上脖子上戴着头依偎是狸妹依偎他依偎了自己依偎自己的头看不到，镜子里面看得到，好像自己的头变成狸，一向认为是三精，山上的精怪妹是妖怪觉得自己的头像三精像妖怪一样因此忽然之间起狂了起狂之后满街乱跑，所以叫做无状狂走。无状是无缘无故，突然之间一照见镜子，无状无缘无故就狂发狂，发狂在街上乱走我的头呢，我的头跑到镜子里面去了，我的头呢
老是在找他的头。哎，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到，因为他在满街乱跑，所以人人都知道阎罗大多的这个发狂的情况。当然这个富罗罗也清楚的，那么这个事故提出来，他就释迦牟尼佛问富罗罗说，以意云何，在你富罗罗的意识认为怎么样啊？此人何因无故狂走？无故就是那个无状，此人阎罗达多，此阎罗达多这个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发狂，在街上乱跑乱走？他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佛这样子问富罗罗。富罗罗言：世人心狂啊，更无他故。富罗罗大佛释迦牟尼佛说，这个阎罗大多这个人嘛，他是心里发狂了，一照镜子就发狂了，没有别的缘故。这个狂走的原因找不到原因，没有其他的缘故。为什么呢？如果说照镜子会发狂，世间上不但是阎罗大多照镜子，许多人，尤其那些高贵人家、王族等，他们经常照镜子，他们为什么不发狂啊？为什么阎罗大多照镜子就发狂啊？所以照镜子不是发狂之因，他是无故狂走的。只有自心发狂啊，突然之间狂走，并没有别的缘故。他这个大夫富罗罗在比方上面啊，很清楚知道无因，知道这个狂找不到实际的原因啊。如果说人人有狂性的自然狂，那么别人照镜子为什么不发狂？如果照镜子是发狂之因，别人照镜子为什么不会狂？可见他是无缘无故，只是心狂而已啦。比喻很清楚，可是在法义上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因呢？明明是无明，是无因的。所以佛就答复说，佛言：妙觉明缘，本缘明妙。楞严经里面这类的文字用的最多，随时可以见到。第一句的妙觉明缘呢，指众生本有的清净的自性啊，本来自妙，它有本觉的觉性啊，它是光明的，它是圆满的啊，所以自性清净心妙觉明缘，诸佛所证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证佛果之前的众生，他本来也是这么圆满的。本圆明妙就是指众生所有的这个清净自性也是一样，跟佛一样那么圆满，那么光明，那么不可思议的微妙，这个跟佛没有两样。妙觉明圆指佛所证清净的自性清净性，本圆明妙指众生本具，众生本具的自性清净性跟佛并没有两样那么众生本有这个觉性，可是现在被无明所障，既称为妄，云何有因啊？既然称为是妄想，是无明，是妄，妄法哪里有因呢？如果有因呢，那个妄就无从消灭。假如这个妄法是有实在的因啊，有起源的话，就无从消灭啊，因为它有实体。假如它有实在的因，就变成有实体啊，因为妄没有实体，所以可以消灭。例如好像空中之花啊，它就看到了这个满天星，这个满天星不是因为你哈啾它就来了，
而是你身体虚弱发生这种情况啊，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很多花，可是这个花一闪就过去了，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的东西呀，你怎么能够找出因来？难道空中有花的因吗？没有的啊。既然称为是妄，妄就不实，既然不实，哪里有因呢？云何有因呢？啊，这个妄法是没有因，找不出它的真正的因来，因为它是虚妄的。那么这个文字没有说清楚啊，那么下文呢继续解释。刚才说到以耶若大多照镜子而发狂，因为自己真正的头跑到镜子里面去了，而自己脖子上戴着头，以为是三精妖怪魑魅魍魉，那么因此啊，他就发狂，在街上乱跑找自己的头。那么佛以这个事实来问富罗诺，这个人为什么会发狂啊？那么富罗诺都不说，他只是心里突然之间起狂了，没有别的缘故啊。这个人发狂，无缘无故而狂，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众生本有的清净自性，清净的归清净，无明妄想还是一向由这个无明妄想，而这个无明妄想是没有因的啊，既称为妄，缘何有因啊？既然是妄的，就不会有因，有因就不叫做妄。所以经文说，若有所因，云何名妄？假如有个原因发生，那就会有个原因才能灭掉啊。那么如果有所因而起，那就不叫做妄，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因可以找到，所以就叫做妄。那么既然有这个无明妄想啊，众生一向如此，自诸妄想辗转相因，从迷即迷，一力成劫啊，众生无量劫来，因为啊无始一向就如此，由这个无明烦恼妄想啊，这个妄想不止一种，多到84000，所以叫做诸妄想。那么这些妄想业因烦恼辗转为因，他自己啊无因而起，却是辗转为因啊，因为因就是有起或造业，有起或造业的业因成熟了，接受这个果报，正在受果报的时候又在造因，这样子这个迷妄的迷情呢越积越严重，越来越多啊，这从迷再增加，积蓄了许多的这个迷啊，从此以力成劫，经过啊成点接受那么久，一个围城算一劫，算一个大劫，乘坐坏空一遍，可是这样子算不出那么多的围城，无量劫前一向就是这样轮转不息。经文就说明众生的迷妄从来如此，一向如此，从来如此，因为从来就是这样子经历过成点劫，一向如此啊，纵然有佛出现世间为众生发明这些事情，可是众生还是很难回返到原来的这个清净的自在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虽佛发明啊，有不能返，这两句话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去考察自己的这个修持佛法的这个经过的情况。虽然虽是不尽之词了，虽然有佛出现世间发明这个事情，
发明什么？发明众生的妄想、无明烦恼，一向如此，要把它断掉。这个妄是无因的，可以断的，是没有实体的。啊，可是佛虽然是为众生说了无边无量无边的法，教怎么样子断烦恼，啊，消除这个妄法，可是众生有不能返呢、啊，这个返是回返的意思，就是回光返照。啊，佛虽然跟众生说的那么清楚，可是众生就是不能回光返照啊，他就很难回过头来望自己的真心离体，来背成合觉，回转自信的清净的境界。啊，因此啊，这个迷情就越积越多。如是迷因呐、啊，因迷自有。这个众生在迷的原因没有实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迷了。啊，迷是方向，自然而然就有这个迷妄的情况。是迷无因呐、啊，妄无所依。如果你认识这个迷没有实际，没有真因，它是我无状、无然无故而生的。妄的实体就无所依，它没有依靠，妄法它没有依靠。那么既然没有依靠，它是没有实体的。例如虚空中的空花，哪里有依靠啊？突然之间就消灭了。上无有生啊，欲何为灭啊？你看这个妄法生生灭灭吗？生灭都是假的，都没有实体。生尚且不可得，哪里有灭啊？因为真正有生才有灭，生尚且就不可得，哪里有过灭的存在？这个话很难使我们凡情了解。这个情况就好像已经睡醒的人把这个梦中的事情说给这个正在做梦的人听，那你要把梦境提出来，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下面经文说，得菩提者呀，如悟识人说梦中事，心中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啊？得菩提成佛，无上菩提，像佛成了无上菩提成佛的人，说他睡醒来的以后，还没有醒之前做的梦，把没有醒之前做的梦，要把梦境提出来，给一般的人了解。不管你是睡的还是醒的，要说给你知道难啊。怎么难呢？你心力纵然是很精细啊，很有智慧光明，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亲因助缘，能够把梦中的物品取出来给你知道啊？怎么能够把梦事提出来啊？我就把这个梦境拿出来给你看。哦，我昨天晚上做的梦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我们人人自己可以体验。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啊？昨天晚上做的梦，你现在能够把你的梦境拿出来给我看吗？哦，昨天晚上谁请你吃饭？有好多好东西，啊，吃了什么？那你现在能够提出来说我昨天晚上吃的就是这些？没有办法，提不出来。这个比方说什么呢？佛成佛了，他成佛了，要把这个没有成佛之前的那些迷妄事实要提出来给你们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根本没有实体嘛。梦境了无实体可得，怎么能够把梦境拿出来给你看？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只顾要把这个觉悟的人的境界说给在凡的迷情的众生，要他了解，真是难中之难呐、啊，是为神难呐、啊。凡夫喜欢用凡情去测量圣境，看到佛经里面有很多
稀稀奇奇啊，很奇怪，很特殊，超出人的想象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可是这个凡夫他就用凡心去测量，哪有这个事情啊？说到恒河沙、微尘数，哦，哪有这个事情呢？谁去算过恒河的沙呀？也不可能算，别说是整条恒河的沙，我随便抓一把叫你算，你算吧。我这一把刷，一把沙子抓起来，哎，你帮我算，这一把沙子有多少？规律，规律，算不出来。啊，这就说明啊，凡是已经证果的人，把证果的境界要提出来给人看，难，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啊，我跟你说的再清楚，有多冷有几度，没有办法清楚，还是你自己喝吧。您自己喝一口，你才能够了解，哦，原来如此。就是你喝了，你知道了，你也说不出来。啊，因此之故，啊，我们这些凡夫听到佛说的话，往往很难反反到回到原来的清净觉性。就是因为你在梦中啊，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境界。因此之故，我们学佛对于佛经里面所说的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只能仰信，仰慕佛的实德。佛一定不会说假话，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佛说的话绝对不会骗人，实实在在。他骗人做什么？他没有需要骗的，都是实话。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只能啊仰信、仰慕佛的圣德，相信有这个事实，不能够因为凡心不能想象就不相信这个事实，那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会造成这个谤法的罪过。那么明白这个事情啊，梦中物提不出来。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学常识生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出家人的鞋子上有6个洞。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是为了比较凉爽吗？还是为了透气呢？都不是。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代表低头看得破。我们头一低，看到有鞋子上有洞，但是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要学着谦卑低头，而且呢看破，就是说出家人的鞋子有它的法义，让我们能够学着低头，学着看破。那进一步，6个洞代表6波罗蜜，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而要坐在鞋子上？代表6波罗蜜的修行是要用脚去实践它，是要去实行它。所以出家人的鞋子，我们一看到6个洞，就要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在例行在实践6波罗蜜呢？我们有没有慢慢的透过6波罗蜜而迈向成佛之道？这就是真实的代表意义。